艺术同宗教之间有咩关系呢？有三位天主教嘅信友，分别喺佢哋嘅艺术创作之中寻找到生活、人生同埋信仰嘅真正意义，又能够喺艺术当中体味到天主对人类深切嘅爱。由而家开始做画一啲画出嚟咧，系可以令到人哋觉得系有天主嘅存在啦。生命恩泉今个星期日下午4:35 ，Betty、Debra 同埋 Chris 会同大家分享佢哋嘅心路历程。